俩仰着版本看啥呢？又没人。他在看路线。在公啊，如果我们来的话，会从什么地方伏击？他们从什么地方撤退？他不可能想到我们会来。他是想不到，但是只要队长还在，这狗日的就不会掉以轻心。同志们，按照商量好的计划，我们分头行动，散了吧。任何线索？难道他已经走了？这不可能，这是他最后的机会，他心里非常清楚。星星，我去那边看看。为什么？如果是我，我一定会选择一个便于观察的地方等待，而那里就是最好的观察地点。我也注意到那间茅草屋了。先生，这次我去吧。好，你们一起去吧。阁下能有这样的身手，很难得啊。你们二位也没有用尽全力吧？承让。能凭借一人之力抵挡住他们两个，不愧是我最优秀的学生。报告教官，学员0446前来报道。事情呢？我不可能把全部的尸体都带过来给你看了，这太兴师动众了。武雄，
为什么少一个？龙七呢？龙七？他已经被炸得尸骨无存了。你放心吧，我以军人的荣誉向你保证，这个人就死在这次行动当中。那好，那我的老婆跟孩子呢？这个你就更放心了。我已经派了精锐的黑风组前去接应，而且直接送往东京。东京？不是说好的南京吗？因为你太重要了，在中国我无法保证你的安全，所以我也临时改变了主意。不过这次我陪你一块儿回东京。我们马上就走。武雄，把车开过来吧。哎，小郭，在我和我的家人团聚之前，我是不会说出任何情报的。理解，完全理解。沈峰，作为教官，我欢迎你弃暗投明。